為咗照顧市民喺疫情之下嘅精神壓力，政府係透過醫務衛生局嘅精神健康學務資助計劃咧，係撥款3億元，去支持社區上面嘅精神健康學務。第一期嘅資助計劃喺今年年初已經陸續咧喺社區開展，當中有一半嘅項目係支援照顧者嘅。醫務衛生局正係加緊審批第二期嘅資助計劃嘅申請，預計喺呢一個月底就會公布結果嘅。